等他把冷血的病治好之后，我们就该动手。动手？我替你了解的。不，我不能这么做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一，你现在是神侯府，就不要学夏多那些下三滥的东西。我劝了你多少次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的话当耳旁风。我就是个毒女，我就是个累赘，那我走，我走行了吧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白河台湾电影文化城少年四大名捕